这一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哇 ，nice play， 打得很好，接的也很棒。这个击球的那个感觉哦，这个球感觉他回来了，但主要的还是叫让他稍微休息一下。运气还没回来。运气还没回来。接下来上场的球感有慢慢回来，但是不，每一个选手都需要运气了，这是哦，各行各业都一样。